说兄弟们啊，刀战 S 城，咱们这把是刀战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资源都已经屏蔽了，只能玩刀，只能玩刀，咱们直接这个 S 城。天哪，兄弟们，快看那人！哎呀，我去，太变态了吧！我的天哪，你看那人就像个芝麻一样的，是吧？你看那人，我去，太夸张了，兄弟们，100个人跳 S 城，刀战！哎呀，我去。想想就有感觉，兄弟们，看谁先落地成盒再说吧。我反正希望我能活得稍微长一点。去！我去，快点给个装备，大哥，给了个头盔，给了个药。你们看我这个头盔特别个性，来吧，我的头盔是个花盆。我去，有人来了，快给我个刀！快点跳霹雳锅，霹雳锅，霹雳锅，霹雳锅。霹雳锅，霹雳锅！哎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！快点！没血了！快点！哎，他们没有看到我，太好了！有人开摩托了，我的天哪！有人都去骑摩托了，兄弟们，我的天哪！太假了！有人在追我吗？没事，自己人。加血！不，没事，你快去给他们干，不用管我。没事，我没事。那是个什么登录的 ？QQ。国际服现在可以用 QQ 登录，原来是游客登录，现在可以用 QQ 登录了。稍等等，我回复一下血量，刚才让平底锅给我拍懵了，给平底锅伤害太高了，是吧？一下就能给你干懵。我赶紧加血。拉铁哥啥时候去贵州？贵州的话，这个哎不太清楚，这个得看情况。我也想去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来干死这个摩托，弄他，走上，开打，不在这磨叽就直接干，再磨叽就没意思了，就直接把这个摩托搂死。哎，停了。去，没打到，打他！我的天哪，打他！快点！再给他一下，弄他一下！啊，我受不了，兄弟，他跑太快了，我要赶紧加血，我又没血了。我发现他们打我打的可准了，那几个什么哥，房间 ID 是多少 ？ID， 没有东西了，我要去发育了。我去，让摩托撞倒了，太假了吧！我去。太假了吧！打他！又来车了，小心车！这个人太脏了，打他！哟！啊！老公！啊！老公，不要这样子，老公！废了，兄弟，废了！再来了！妈呀！哎呀，我去！车又来了！哎呀，老公啊！我看见他是谁了，你个老表装死了，点了我的翼龙，你还敢把我撞死，行，你等着吧，今晚我就让谢美睡了你。太脏了，这个人他偷了我的龙还把我给干死了，兄弟们，太脏了，哎，气死，不行了，整个人都被捏碎了，我的天哪，太脏了。